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iki 老师，今天要带着小朋友跟着 Miki 老师唱唱歌。唱什么歌呢？我们来唱 Miki 老师的歌 Hello 歌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咯。手接微笑，嗨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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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 Hello HelloHello, hello, ha. Hello, hello. Hello, hello, ha. 我们都是好朋友，好朋友。嗯啊，好，跟着 Miki 老师做一次，先拍。Hello, hello, 吃。Hello, hello, ha. Hello, hello, 海浪。Hello, hello, ha. Hello, hello, 敲。Hello, hello, ha. 我们都是好朋友，好朋友。嗯啊。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学会了吗？除了 Miki 老师刚刚拍拍手做出吃东西，还有海浪，还有敲拳头之外，你们也可以拍拍不同的肢体部位，都可以哦。或者学小动物的动作跟叫声也都可以哦。那这一次 Miki 老师要用小手指头带着你们一起玩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咯。好，跟着我做哦。敲 ，Hello Hello 毛毛虫 ，Hello Hello 哈 ，Hello Hello 亲亲 ，Hello Hello 哈 ，Hello Hello 跳舞 ，Hello Hello 哈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好朋友。嗯啊，抱一下哦。好，再一次，来 ，Hello Hello 毛毛虫 ，Hello Hello 哈 ，Hello Hello 亲亲。Hello Hello 哈 ，Hello Hello 跳舞 ，Hello Hello 哈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好朋友。嗯啊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你们也可以自己在家里玩哦。喜欢的话，下次再跟着 Miki 老师一起唱唱歌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